我们要是不查清楚，就会被人告成王庭有个叛徒，探员史盖博斯会查个水落石出。 我塞瑞拉和塔维西回到了暴风城，我到军情七处总部回报，为下一个任务做准备。史盖博斯，我们现在的处境很棘手，国王失踪了，迪菲亚兄弟会不怀好意，而且据说有部落的间谍混入了暴风城。肖尔认为王庭里有个双面间谍，我们的秘密线人掌握了情报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人应该是你的老朋友，去见他。 然后查出是谁在搞鬼。史盖博斯，对上鲍勃，欢迎大家光临，只要别闹事就好。鲍勃，是我啦，史盖博斯，你不认得了吗？ 以前的副主厨和转行做间谍的学徒嘛，刀伯，退休生活如何啊？嗯，你知道大部分的间谍都没办法退休，他们只会被强迫退休，所以整体来说，我过得很好。别想看这些愚人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可没有什么情报。对付哦，等客人少一点再说吧。在那之前，我想看你的刀法有没有退步。 你竟敢惹我！哇，这特别调配的，叫鬼计来就丢啊！你还记得我们把海盗赶出米奈希尔港那次吗？嘿嘿，真怀念那段时光。你这些伤痕是哪来的？你有加入什么地下格斗场吗？我们把这个叫做英雄战场，虽然场面会一团混乱，但非常受欢迎。 别看他们全身都是金属，其实他们的感情很丰富。这只是个意外。等一下，受害者，你竟敢惹我！ 探员，你的技巧变好了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史盖博斯，我听说你会说鱼人话。朋友，要玩一把。 你竟敢惹我！小心你！华里安国王失踪后，卡特拉娜普瑞斯托女士担任年轻王子安杜因的顾问，她一直在收集流星之夜坠落的某种魔法物品。那些是纳鲁的碎片，他们是某种能量的生命体。我被派去贫瘠之地寻找其中一块碎片。 感觉不太对劲儿，他缩减了城市的戒备，还拒绝向联盟边境派出援军。是什么东西让这些恶魔出现了呢？
今晚有猎人吗？我看到现场有动物伙伴。哦，猜错了。你觉得普瑞斯托就是那个间谍？史盖博斯，你就善用你的间谍本领，查出这背后的阴谋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。好了，你不一定要回家，但是你不能一直待在这里。普瑞斯托女士是暴风城最有权力的人，她操纵了大领主博瓦尔弗塔根和整个王室。如果她有留下背叛的证据，那一定是藏在整个艾泽拉斯最安全的城市、最安全的城堡、最安全的房间里面。要闯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不过史盖博斯有钱，没有办不到的事。史盖博斯，对上普瑞斯托女士。这就是我要的证据。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归宿。你这小偷，把信交出来！不，我要读一下。这个范克里夫是谁？他要对纳鲁做什么？这封信是写给卡扎克斯的。鬼物宫的那个食人妖，你们是一伙的，但他是部落的人。乖乖站好！我要烧死你！这是写给塔姆辛罗姆的信。你居然帮助部落的人潜入暴风城，为什么？为了掩人耳目，而你已经暴露了行踪。封信是用古代龙语写的，你怎么会知道古代龙语？你竟敢惹我！夜幕降临，你以为能大摇大摆地离开吗？知道你有问题，但是你居然是……看来没有隐藏的必要了。守卫，惹我！夜幕降临，希望会有什么好的。你让我苦大了。火越来越大。普瑞斯托女士，你希望我说什么吗？不，地精先生，我要把你抓去油炸。你发现我？凡人，搞清楚你的身份。有一件事我可以跟你保证，那就是你死定了。这只是个意外呀。你竟敢惹我！你以为能大摇大摆地离开吗？
外面，他就有物件。反正我也不需要他了。你胆敢挑战我？别那么着急，你会受到监禁，并且以叛国罪接受审判。我很乐意看到他们宣布你的罪行，然后判处绞刑。乖乖进监狱吧。宝丰城监狱是个冰冷黑暗的地方，关着最恶名昭彰的坏人。进去后，我得想办法逃跑。不幸的是，有个犯人想好好教训我。史盖博斯，对上霍格。我可不想惹麻烦，我只想找方法离开这里。嘿嘿嘿嘿，霍格喜欢惹麻烦。霍格要你付出代价。付出代价？为什么？和爪的力量。我有对联盟至关重要的情报，快滚开。不给肉，霍格就不走。朋友要玩一把吗？你竟敢惹我！和爪的力量。啃了，解决他们。看起来不太妙。放开那个地精，我来当你的对手。有更多的骨头可以啃呐。你是被我们关起来的那个法师瓦登？这就你要出一张嘴，还是要帮我对付这个可怕的豺狼人？护士，把砍刀给我。你还是说话呀！
燃烧吧！和爪的力量，有很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你是和卡扎克斯一起的，他和普瑞斯托女士联手了，他想把纳鲁碎片突突运出暴风城。我是去贫瘠之地监视卡扎克斯，所以才跟着他。纳鲁可以赋予巨大的力量，要是落入坏人的手中，一定会为艾泽拉斯带来可怕的灾难。啪啪，和爪的力量，降临！木降临！竟敢惹我！点燃吧！新鲜的肉。标消灭了，没有人发现我，没有人发现我。我是进洞的空隙。一二三，跟我来。夜幕降临，没有人发现我。哇！你救了我的胡子，谢谢。想逃出这座监狱的话，我们必须合作才行。部落和联盟合力对抗更大的威胁，这种事有可能吗？我跟瓦登提到在普瑞斯托女士房间里找到的东西，瓦登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为之一振。他们打算从死亡矿坑偷偷运出纳鲁的碎片，我们得叫同伴拦截他们的船只。你能打开我们的牢房大门吗？显然你不太了解我，看我的厉害！史盖博士，对上典狱官塞尔沃特，我马上就会找到出去的办法。闭嘴，犯人！我盯上你们了。小心，史盖博士，别被典狱官看到。锁住了，史盖博士，你能解开吗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们都很不合群，凑在一起正好。准备行动。我的匕首！
偷偷解决那些守卫，史盖博斯，要偷偷的上哦。锁跟守卫都是我负责，那你要干嘛？我负责提供意见，鼓舞士气，还有战况分析。说不定坐牢的人其实是我。给我，这是我的奖品。这里禁止进入。监狱能关注史盖博斯，你的手真灵巧，太有趣了。能看你跳出我的匕首，看我的匕首。喂喂喂，爱叫你记哈！拿起盾牌，准备震爆！啊，错开！你要拿好开锁器，看我的匕首。希望会有什么好东西。没有围墙拦得住我。是来觐见国王的吗？这东西有多少栓头啊？抱歉，我乖乖闭上嘴。这只是个意外。就是这样，你成功了，我们可以逃出去了。你都可以出这招，却不用。我们从监狱逃出来的时候，暴风城正处于一片混乱。京剧领主安娜塞隆死了，但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瓦登去和朋友会合，而我
则召集伙伴前往死亡矿坑拦截船货。是盖博士，对上斯尼德。普瑞斯托的信写说，纳鲁的碎片会从矿坑运过来。有入侵者，该来测试我的航海大师九千行了。我们必须找到碎片。神奇主帆，启动火箭推进器，发射镭射光。吉臣这个坏蛋，不能漏掉机密情报。结合了光与影，我也一样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火药。看我的匕首！来呀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暗影的降临，完工了。浮云能让人放松心情，我们一定会找到目标的，一切牺牲都在所不惜。是了，但是自己的锅子还是得自己收。这家伙，别轻易相信眼前的事。你没发现？给我一跳，滚出去！小伙子，暗影降临，我快饿死了。我们会让你那艘玩具船搁浅。嘿嘿，念五次试试看呢、啊！玩具船，玩具船，玩具船。你才念三次而已。成功了，现在要找出他们把碎片藏在哪里。不知道这些门后面有什么。
哦，说不定是宝藏。塔维西，等等！那些大门通往一个巨大的地下湖，水面上有好几个码头。炮弹与愤怒的鹦鹉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，湖泊中央停着一艘巨型的战舰，庞大的烟囱刮着上方的钟乳石。开火！史盖博斯，对上！重拳先上！死亡矿坑里面居然有一艘海盗船！我们被攻击了，动作快，水手们，把入侵者赶出去！我感觉到有好多纳鲁的碎片，就在那艘船上。这是我的奖品。纳鲁的碎片一定就在那艘战舰上，我们必须闯过这些大炮，还有这家伙。别让他们靠近！你们这些联盟家伙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多了，看来我要认真一点了。朋友要玩一把吗？哼，这家伙。这下逮到他了，进攻！哎，别说了，喂鱼去吧，旱鸭子！开炸了！看来你们需要帮忙，我们在找纳鲁的碎片吗？合群的人就该互相帮助，对吧？朋友要玩一把吗？你说话呀！情报到手！这下子我真的生气了。发现宝物！
先抢钱，再把马搞死。小老真是。我为我们在鬼屋峰的冲突深表歉意。我原本想调查卡扎克斯，结果却卷入了他可耻的行动之中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一同奋战，为了拯救破碎的纳罗。纳罗，没错。熊熊抱抱。成功了，全靠我们团结合作。哈，想不到吧？那艘战舰好像要出发了，现在还来得及，我们得快点拿回碎片。在军情七处，我们受到的训练是把部落当成敌人，但这些佣兵看起来人不坏。我们一路打倒迪菲亚的成员，爬到上层甲板，碰到了一个危险的对手，他是个厨师，跟我一样。是盖博士。对上，饼干。好了，鱼脸人，走出大锅，放下勺子。不不不不不。麦克索达上的厨师好多了。鱼点心是吧？有种就过来啊，我正好想煮碗鱼汤啊。喂，谁都不准叫我瞎子。厨师之间才不会这样说话。哼，这东西毫无礼貌可言。我真的受够这东西了。啊，这个鱼人一直在妨碍我们，我们得快一点。家伙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放弹！
我的手排满了。你的能力，快点回答我！从力量为我所用。自己的能力了，快点回答我。快看，是碎片，我们终于拿到了。我的大爷呀，迪菲亚兄弟会可不同意。迪菲亚兄弟会的首领艾德温·范克里夫，我要以暴风城情报处赋予的权力逮捕你。普瑞斯托女士把碎片交给我保管，我只听命于她。普瑞斯托女士打算毁灭暴风城？没错，我现在也要毁灭你。史盖博斯，对上艾德温·范克里夫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上！兄弟会将获得胜利。
和我父亲战斗，得先过我这关才行。凡妮莎，保持警觉，这群走狗可是会咬人的。只要我们团结作战，你一点胜算都没有。这里，话别说得太早。你们不懂纳鲁能赋予多少力量，碎片都在这里，我们只缺核心。为了死者，不能漏掉机密情报。合之后，纳鲁拥有的力量就能赋予生命，或是带来毁灭。暴风城和整个艾泽拉斯都要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代价，难以负荷。父亲，对不起，他们太强了。凡妮莎，快走，把碎片带去奥特兰克，我来挡住他们。正义的重担令人难以负荷。我一箭就能射穿你，继续放法术就对了。给我，这是我的奖品。为了死者。哎，结束了。正义的重担令人难以负荷。这家伙，最好跑快一点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火药。埋魔杖，走魔杖。我为女儿而战，别挡我的路。那又如何？我也是为女儿而战。我证明自己的能力了，快点回答我。哎，结束了。为了死者，你无处可躲。完工了。心中的黑暗吧。我的匕首，炸吧，放吧，还有你。我已经没有顾虑了，你们最好别惹我。我很清楚困兽会有多凶猛，消灭。我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我的匕首，快点回答我，别放弃希望。为了死者，有更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小王真奇，我虽然老了，
但为了未来，我要对付你们这些海盗。我也是为了未来而战，受死吧！没有人发现我。你说话呀！公事公办。没有人发现我。别放弃希望。我的匕首。提飞呀，兄弟会不会就此终结？我们扫荡了死亡矿坑，但还是有几个迪菲亚兄弟会的人带着碎片逃走啊，剩下我们所有人留在原地，好像一群在旅店等空桌的人。范克里夫说要把碎片带到奥特兰克山谷，那附近我很熟，走矿道地铁的话说不定能赶上他们。我感觉得到我们的旅程已经接近尾声，我害怕接下来会发生的事，但现在必须打起精神挺身战斗。精灵